台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投台车》，我是文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指数啊，小瓜老告追了，但是呢，该飙的还在继续狂飙啊，继续涨停板。问老师，那也跟着喊啦，现在股票是涨停板，哎，连协议机都翻倍了。老师啊，你也翻倍，飆股金价翻倍啊！我一开始就跟你讲，翻倍飆股啊，翻倍闪电。黑马到上礼拜还有人在质疑哦，老师你看你嘛无准，今仔有翻倍无？今仔是跳空涨停板嘞！我唔是要来炫耀这個啦，因为我唔是干那协议机尔啦。我有跟你讲过这支无？灿星旅加协议机，你有看去股票逐天涨停板的吗？老师有够喊的，是安那会当逐天涨停板？我十五号跟你预告。我十九号再跟你预告，我二十号还是跟你预告，我都跟你讲同一档股票，我不是三九八郎哦，大家来小飞镖的啦，这个我也做不来啦，我跟你讲了全场最标的啦，是不是最标？你都很清楚嘛，想让外账做列客说啊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，你真的不用去担心行情好坏。老师，啊不今天落个小夸，我刚刚我跟他小夸追哦，长黑哦，大跌哦，你咧烦恼啥？我真正不知道你在烦恼啥。来，这是你今天看到的利空啦，这个周末的利空啦，涨爱利空啦。哦，衰退的警钟已经响起来了，就恐怖诶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哈，升息升了一年多了，现在有可能会好才有鬼啦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告诉我。你从去年每个月都升息，一直升息，升息到现在还在升息，现在已经不升息了，六月份已经不升息了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六月之前是不是还在升息？你去年是不是一直在升息？那请问你跟我说，一直升息，一直的压抑，一直的压缩，请问你跟我说经济怎么会好？可是为什么下半年会好？为什么大家要买股票？为什么台北股市会喷出？因为大家知道下半年会越来越好，因为不会再升息了，哦，基本上不会再升息，也没有多少空间呐、啊。你已经升十几码了嘛，来，所以今天跌也主要也还有一个原因，主要的原因也跟这个有关系啦。哦，那另外呢，所以我就不再不讲了嘛。啊、哦，老师啊，现在没有成长幅度，好小。来，我为什么一直要叫你做多？你去看台北为什么一直喷出啦？我没有讲吗？敢买都是这样，因为别人被吓破胆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被吓破胆。我还在强调一遍，行情很大，短线的震荡不用害怕。老师，你这不是二月份就开始在跟我讲了吗？我还是要强调，到三月还是在强调，四月还在强调，五月还在强调，到现在都已经六月份，快第二月份都快结束，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，行情真的很大啦。我想你看一个数据啦，这叫通膨啊。请问升息打通膨的目的有没有成功？好，既然已经成功了，实质利率也变成正数了，我请问你告诉我，你还在担心什么？你最害怕的事情已经结束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下半年的景气一定会好转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重点来啊！请问你告诉我，哪个产业一定会好转？哪个产业一定会好转？这你拢知吼，我无什么解释吼。哦，有无？这个重点，这还没过关，拍死吼，探涨停，跟他长久在啉水，无人探钱是安尼在谈的啦，出汗的啦。来，灿星旅。174%，跟你分享的灿星旅174%，探个唔知咩啦，探个手丢金呐、啊，凤凰各喷一杯，宝德利各喷一杯，霸占旅行社就能赚到发疯，跟来换易飞网，因为这内底无嘛，啊我规期买这嘛，啊怎么老师这拢喷超过一杯，咱两杯一杯，啊不来买这。七天六根涨停板，这个是涨最少的。你不要说老师，你没有买在最低点，掏钱一毛气呀，拍谁吼？因为那个时间我没有时间玩易飞网，我们那个时候吼都在搞三富、搞五福、搞灿星旅，没空再跟你易飞网，好不好？这后补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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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有探涨停，跟他长久在啉水无？嚯、哦，要求要六七七八倍，不八九倍啦。哦，我也不是没有卖啦，
六月八号公开预告调节观光股，因为要休息一下下等数字公布，但是妖股的故事还没结束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要做价差？该卖的时候我跟你预告，节目上公开预告，我跟你讲要做价差。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上礼拜三富不是很强吗？三富很强，五福不是很强吗？五福很强是灿星旅很强吗？那三富狂飙你不敢买，我是叫你去买三富，买五福，买灿星旅。好，五福也喷，灿星旅也喷，那三富今天换三富再喷，基本上你要它连续大跌很难。那请问可不可以做价差？我知道价差比较难做啦，但是哦还是赚得到啦。这是雄狮讲的啦，不是我讲的啦。好，我对雄狮主头到尾都没兴趣啦。这你都知道，你看我这波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时间解释说，哇，老师三，我怎么会喷成这个样子？哦，一汤啊起笑呢，哦，腰受骨，哦，这就恐怖呢。哎呦，这个一杯啊，哎呦，这一杯，哎呦，一杯往七天六根涨停板。你告诉我，我要分析什么行情？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懒得分析行情啦。你也看，你的股票拢是安尼在喷的。你是要分析啥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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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卖，我不是无卖哦。后边我两位老师，然后后边他走做价差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讲得很清楚，我上礼拜，我前两个礼拜就跟你预告了。那为什么要做价差？很简单，因为最好赚的那一段你已经赚不到了，你要等下一波。哦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就跟我全部都是预告了，就跟我现在跟你讲银邦有意思吗？啊，老师已经 key 过了，不呀，我不想解释。现在你看到华宏资，华宏资是十二倍耶，火成长十二倍耶。请问你告诉我哪一个不是十二倍？这十三倍，这接近十三倍，这三部分产性率。好，我就不想解释。华宏资，我上礼拜已经讲过了哈，这一段我都没有叫你买，我不会叫你买，我所有会员通通在这里买的啦，全市场也没有半个老师敢这样告诉你啦。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呐、啊！台面上有多少人跟你讲？哦，你看我们华宏资赚多少？国外标我给你推荐的股票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了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了，是七根涨停板了，一百倍了，三趴了。我们跟你推荐的时候在这里，字卡在哪里？我找一个好不好？哦，我跟你一定有啦，好不好？跑到哪啊？没关系啦，不重要啦。来，这是我推荐的那一天。好，隔天，哦，老师，你给我介绍股票是不是买袂到？安尼买会到未？我所有会员拢买，我所有会员拢直接买。哦，啊，让你买点半钟，老师，我都已经快睡着了。你到底会不会喷？哦，啊，有没有喷你自己看啦，哦。后面十七根涨停板，这就是你的，就是这么简单哦。你有来吗？你有来吗？你有来吗？后面我跟你讲的灿星旅，马吉巴吉亚西帕，所以，我跟你推荐这一支股票，讲了这支，等我等一下再讲这一支啦哈，灿星旅加协议机。现在是每天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我连我也会怕，你敢知道？老师好夸张哦，好离谱哦！我借问的啦，你所有在我买有多少了钱啦？咱别说价差啦，只波段单，别说波段单，只加码单啦，都好啦。你哪一个买的赔钱的？你告诉我啦，赚了快点快点，就赚到你怕死人，哇，赚到手抖筋了啦。183%，174%，我不是只有观光强而已哦，那老是观光强而已哦，灿星旅啊，不这是啥？不这是啥？不这是啥？是八倍有几趴啊？啊，不这是啥？啊，不这是啥？六倍呢？五倍啦，讲唔对啦，五倍啦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连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讲，老师好夸张，我不讲了，好不好？翻倍。闪电黑马，老师，你抢的翻倍真的会翻倍吗？每天都会有人质疑啦。
后人起两天而已就开始在质疑啊，对不对？上礼拜、上上礼拜也有一堆人在质疑啊，上礼拜也有人在质疑啊。我每天都跟你讲很清楚啊，我没有变来变去啊，我搞变来变去，这是你在质疑的时候啦。拍死我一张都没卖，后面还是也是头鬼头啦，我没想要黑啦。来，我们看今天就好了哈。我可能我今天最想问你的问题就是，请问一倍了没有？今天跳空涨停板。谁说了算？谁说了算？我再举一档股票啦，我上礼拜节目上有公开预告的啦。我说游戏股、观光股动了，游戏股要动，对不对？那我说游戏股的指标是谁？是谁？你看我上礼拜的节目，我没说我退出市场。你别跟我说今天有几点啦，我可能知道今天大禹是涨停板啦。我上礼拜还讲说他是指标，还有比他更厉害的。那为什么比他更厉害？没办法，那一次我也不太相信，因为前面有人说啊赚太多了，吓死人，救人哦。啊，真的比他还厉害，真的比他还厉害。这协议机，你满不满意？你有来的，我只问你，你满不满意啦？我可能想问问你啦，你有来不啦？你有来不啦？啊，有满意不啦？哎、欸。把这个吊空打你话，老是救人，啊，有人股票安尼破嘞啦，要收下嘛吧，惊死人！啊，你阿伟，107%，果然真的翻倍了，谁说了算？阿雄说了算，翻倍闪电黑马协议机。啊，这是多位啦，拜托，这是多位啦。是不是家？你自己对啊，你自己对啊，你自己对啊。啊，我说翻倍，我说翻倍有没有翻倍？我老师真的翻倍，吓死人啊！一倍啊呢？今天来，我就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吼，这跟行情够有关系？老师今天落140几点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你一点关系都无，连这嘛涨停板，啊，这涨停板应该啦。协议机的跳空涨停板，你讲这袂涨停板吗？我先讲足歹势，我15号也跟你推荐，19号也跟你推荐，20号还是跟你推荐。你不能怪他礼拜三涨停板，今天又涨停板啊！我有讲啊，我讲这个你知道的啦，好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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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不可以？满不满意？你不满意我也没办法，我的股票都已经崩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再讲一下这个啦，这真全球一堆人在讲，哇，我好像是多厉害多厉害，拍摄吼，我会员拢伫遮买，全市场无半个老师敢甲你讲，我会员拢伫遮买，拢总伫遮买。连华宏资的下一支。也喷到翻天了啦，有没有真的喷到翻天？下一次黄子是谁？也喷到翻天了啦！我的恭喜你敢听？啊，这里啊，107%了。好，我不再解释了哈，你知就好了哈。老师为什么喷喷？老师为什么喷翻天？灿星女加协议机啊，你知道我今天要给你什么吗？我先讲啦吼，你可能会买袂到啦，我的股票很容易会让你买不到啦。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这个啦，你敢来看灿星旅，你敢来看捷一机有知影？老师，我恁的观光股足恐怖的，吼，光那六档涨九倍多，光那五档涨8-9倍，我霸占旅行社嘛，涨8-9倍，你再跟我推荐捷一机也翻倍。好、哦，按、啊、你说这一支会不会喷？本来就会喷了嘛，这不用研究嘛。我到现在都还不太想公开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全市场都知道，你有看过我节目都知道。老师，到底哪一支货？你都没公平讲哎，我有明讲。
哦，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这些啦，我也不是要跟你讲这一支啦，我要跟你讲是这一支啦。老师这边凤山五宝，我听拢无。凤凰加三富加五福加宝得利，凤山五宝，它就是下一只最会喷的鸭。老师啊，阿赖波灿星女拍谁哈？灿星女的家，他跟他，所以你不要跟老师讲这个这一集就搞破呢，真的就搞破呢啦。那我现在给你另外一张股票啦，凤山五宝。哦，我先讲了哦，只要你有来，你就赚得到，你不用跟我客气，因为天丢都是你的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赚大钱，只要有来电拿到，你就赚得到。哦，你想要赚钱，你赶快来，哦，你赶快来，来电就送，拿到赚到。我现在讲这个，你可能没感觉，然后是灿星你跟加协议机，哇高喷，哇高都哇高喷，我行你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黄子的下一棒你有赚到吗？你就知道多恐怖。我们不要讲下一棒啦，黄子多恐怖啦，黄子多恐怖啦，你给他看这两句多恐怖，你就知道有多恐怖啦。老师你也不爱讲啊，还是不能讲啦。我说你占星女加协议机你没赚到，你来买这支凤凰加三富加五福加宝得利，有人说他比旅行社族群更会喷，干那这四支，甲灿星旅去高倍，高倍，你讲这支比旅行社族群更加高喷，凤凰嘛去一倍啦，宝得利嘛去一倍啦，三富五福免讲，拢两倍起跳的啦，这嘛得要两倍啦。你讲这支哦，这支哦，比旅行社族群更会喷哦。下一支最会喷的妖，它叫做凤山五宝，来电就送，拿到赚到。今天我看了这波，赶紧来，就是要送给你。来，我说为什么你要做多？老师啊，今天大掉你无看，拍死啊！我咱股票，大家拢涨停板，惊死人。我有讲无？我不是无讲嘞。我就跟他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你跟他说老师今天大跌，我就不就问你一个问题，现在是做多是赚钱，还是做空的赚钱？你把这块买了金哦，这块做空的，做空的，了啊贵苦的，会当做空没？我不能强迫你啦，但是我不建议你做空啦，跌只是一时的啦。喷会喷会喷了哦哟，喷喷喷喷到民国几年？我来看就高喷，不然现在到下半年，这行情更大啦。下半年因为下半年只会行情只会更好，不会更差啦。你听我的就对了啦。我们两个未来会有资金狂潮，你现在看指数飙成这样，你就知道有没有资金狂潮。老师脑壳里你讲欧北讲你乱讲啊？请问你告诉我，台北股市有没有飙？有人二月份就跟我讲涨太多了，我说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担心哦，你行情很大，你闭上眼睛做多就对了。你自己看最清楚啦，这骗不了人啦，这里得急啦。哦，你讲全世界这些政府啦，这些央行啦，拢欺笑啦，拢招来台湾买股票，钱拢汇来台湾，啊，啥物事拢买走。哦，生股，哦，这些钱太多啦，哇，这钱超多啦，全部啊去台湾和生股，够可能，哦，一定来兴风作浪啦。重仓持股，哎，拜托，哎，我再给你看一个东西，这钱多到吓死人的。你老师，可是吼，现在房市交易不同，交易不热络，可是价格并没有下来啊，下不来啊，你知道吗？政府在打房啊，所以交投很冷，没有错啊。可是房价有没有跌下来？跌不下来。老师，可是有些。非主要城市它价格有跌啊，你去看你家附近有没有跌啦。哦，为什么我要请你做多？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多，你今天不用跟我客气，你就是做多就对了。
哦，旅行社的部分我不用讲了哦，整个观光喷成什么样子你都知道了哦，观光里面最会喷的股票全部都在旅行社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、第五名，全部拢旅行社，我的霸占这五名，其他都唔免。哦，我真的是哦，真的赚到哦，赚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呐、啊。啊，无这是要安那啦，啊，无这是要安那啦。哦，我今晚唔使甲你讲这啦，我笑问的是协议金文老师翻倍哦，嘿翻倍哦，你阿公翻倍哦，翻倍给你看107%。哎、欸，不是协议基金跳空涨停板，安尼就刷呢。蔡经理家协议基金嘛涨停板呢。林宏老师啊，我没有跟上怎么办？来，凤山、凤凰加三富、加五福、加宝得利。蔡经理的家啦。哦，你加蔡经理的高倍啊啦。可是我不要跟你讲，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些啦。有人说他比旅行社族群更会喷哦，你前面没有赚到的也没有关系。我老师，我旅行社就每季都超飙超过一倍。我后面没有跟你讲说要做价差吗？你觉得三富很飙太多的，你难道不能买五福吗？啊，五福今仔日前一直喷，一直创新高，三富没喷，今晚我三富喷没引进吗？然后换灿星旅。在前面这两次之前，他最强，那以形效滚，那可没引起轮流喷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跟你讲做价差嘛，我讲的都通通是之前预告的嘛。这边急啦，你看这边拢知啦。我上礼拜直接跟你讲了啦，给他涨停板啦，锁14856张，恭喜所有看节目的人。我说到做到，但是我不是要给你这个东西，我要给你的是。最会喷的腰，有人说他比旅行社主席更会喷。旅行社你没赚到，没关系，你还被接机。他就是下一支最会喷的腰，他叫做凤山五宝，来电就送，拿到赚到。你还没赚到钱，赶快来哦！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赚钱，只要有来电，来有来电，拿到你就赚得到，因为贴到都是你的，不用客气。你今天有打电话来，拢中有。这机要送给你，这机要送给你，下一只最会喷的腰，下一只最会喷的腰。既然有人说他比旅行社族群更会喷，那你要不要？送给你，不限任何名额。有看了这部电话卡会通，直接送给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
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飆股特快车，欢迎再回到现场哦。其实很多话我真的是讲不完哦，很多东西我真的没来不及讲哦。这个我讲过，我就不讲了哈、哦。来，哦，我还是要强调，我要赚的不是一点点，我是要赚好几倍。你等着看哦，你要买赶快买哦，不要等到天天跳空涨停板，连买都买不到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的股票很容易这样子啊，很正常，你不要奇了奇怪。183%，所有会员都买在这里。你的股票如果涨这样多好。老师又来了啦，光光我就打一碗代表就好了啦，震荡我怎么怕什么、啊、老师三副在震荡你怕什么，五副在震荡，现在占星女在震荡，协议机翻倍闪电黑嘛，有翻倍不、哦、占星女加协议机，不好意思，这也是涨停板，今天我要给你的这一支凤凰加三副加五副加宝德利，有人说他比旅行社族群更会喷，你没有跟上旅行社的，我知道前一波全市场最强就是旅行社，你错过了，你找更会喷的就好了，你买更会喷的、啊、下一支最会喷的腰就是这一支了，来电就送，拿到赚到，不限任何名额，五块的加盟即将上好你主管手术力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